个节目不是咱普通时啊咧所听的节目，是一个较是教会内底的节目。啊，求上帝来祝福蔡议员，吼，即个是高票当选。好，那么是这段上大的期望就是高票当选。声乐家卢琼荣特别献声支持，赶快对着音乐有热情的蔡宏泉，希望这条祝福会当为蔡宏泉伫初选民调当中得到祝福，顺利出线。为了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，议员蔡宏泉今日也特别邀请到立委林靖怡陪同扫街拜票。活动这天，议员陈怡丁甲周丽君也拢到场赞声。只要大家团结，只要大家有坚定台湾的力量，会当像林靖怡委员安尼，吼、哦、挺身而出，每个人都挺身而出，为正义、为这块土地的民主而战。我们就可以打，会当摕到上好上好的成果，吼，对，当得到更加多的祝福。真感动，在咱选举的时阵，会当有老师安尼的歌声，甲遮济咱地方的朋友做伙来做一个祈祷，做伙来做一个祝福，我想这是非常感动、非常温暖的代志。这嘛是咱台湾的民主上珍惜的部分，就是咱的选举，咱的选举的竞争，其实都是为着为地方的爱。为着为人民的爱，这是咱上有价值的所在。把握民调宏观前的最后一天，立委林靖怡陪同市员蔡宏泉扫街，希望支持者接到电话民调时，会当讲出为支持蔡宏泉，好好的人才会当继续为民服务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